大家好 ，Good morning， 我是赵石奇设计师啊。今天我来到吉隆坡一个旅游景点就是热水湖，斯拉央的热水湖这边还保持着水的很沸啊，大概有接近沸点了，有一个湖接近沸点。有些你可以伸手去，一秒之内你就要伸出来，不然你的手会给烫熟了。你看，这个人可以震下去的，整个人可以走进那个水池里面，这个热水壶的水池里面。你看这个安哥，整个震进去全身温泉医疗作用，我给你看看这边的环境哦，这边也是非常的优雅的地方哦，有一片的森林围绕着哦，你看看，今天因为这边马来西亚还是公共假期，所以来这边泡这个温泉的。可以说是温泉哦，热水壶，我们这边人叫热水壶，有针脚的种种的设备都有，所以我刚刚泡了脚来了，很温暖，觉得很舒服，这边都是后面是一片的森林围绕着，空气清新了感觉很舒适，你看这。这几个不可以给人震进去的，你只可以把水装进桶里面，在外面洗澡洗脚我看到有一个安迪在冲凉洗头非常好的地方。据说这种热水温泉它有硫磺的性质，可以杀菌，对一般的普通的皮肤病都有起到疗效作用了，非常。假如谁人有外人有外国的来到吉隆坡，要来这边泡这个热水壶的温泉，假如你不认识路，你可以 PM 我，我带你来，我凭地主之谊，我带你们来，很多人今天很多人来到这边，很多人上面还有很多小小的湖这边是免费的，完全是免费的，不收一分钱上面这边是停车场这边我不要走前去拍了，就在远远的就大略介绍一下了这边有很多个湖泊，他把那个热水的水眼围起来每个的水壶水塘，小小的水塘圆圆的，每个的热度有不同，有个别的作用非常好的地方谢谢大家的观赏，这里是吉隆坡斯拉央郊外一个地方等一下我会把地址放在这个 YouTube 里面，我会把这个放上 Facebook， 然后放上它的地点 location 谢谢大家的观赏，希望你们有缘来到吉隆坡来这边泡泡脚享受一些简单的温泉作用这边是免费的，天然的免费的 OK 拜拜希望你们有机会来这边享受一下泡脚的乐趣设计师祝福你们身体健康生意兴隆如意圆满拜拜。